获选空军举光联队的电射处，在空军屏东基地，是一个专门负责地面通信电子装备工厂修护、阵地架设和紧急抢修的现代化军事工厂。据处长崔尚霞说，电射处过去一年来，无论在政治教育方面、生活教育方面和军事训练方面表现都很杰出，尤其是在研究发展方面，曾经以卓越的技术支援海军研制了多项电子装置，因此荣获当选为举光联。